皇阿玛的一倍重房事。Round one. 八。看来得四处搭招了。可以一起弄购物车哦。哎，也慢。扣一千元之前二慢了。哦。再来点拿三慢了。你速度不行、啊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四，给我洗个热水澡。妈妈在厨房捣鼓半天干嘛呢？走，接着看。妈妈，你搁那捣鼓啥呢？给热洗澡水啊。哦，你不会要我在厨房洗澡吧？洗澡三年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吗？什么事儿？有事吗？你准备好迎接我了吗？我坐在冰冷角落，我在街内见面的女孩都说有点。